飞龙它作为一个，因为他们说韩龙这样，我因为我第一遍看我没有，他们说韩龙有95%这部电影，我觉得有98%，差不多有98%吧。有这样，就是当那赢的人数学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数学已经够差了，他妈比我还差。所以那个98%的含容量，把他那个把那个感受，就是把这个小说，因为尤其像朱一龙这样的那个艺术家的这个创作，他肯定也把他自己的东西给表现。啊，好就好在他在那个在马子这个角色上，因为我是根本就没，我是以前也没有见过魏忠军，也没有见过那个朱一龙，只有到了这儿来以后才有机会见到他们两个，所以谢谢比较电影节啊，谢谢比较电影节，然后那个